我叫马三立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死人是王凤山。哦，啊，死人呐，死人，哎，你把这字眼说真了，死，哎，死人是王凤山，还是死人吗？死。死人是您这位吧？啊，这位啊，对，这东西叫王凤山。这东西卖什么行？不，王凤，你这名字挺好听的啊，谁给起的名？啊，小时候凤鸣岐山吗？嗯，凤鸣岐山，你这名字错不了。对，好，你的名字也不好啊，我这名字不好，怎么不好？哎，马三立啊，太坏了，这名字太糟糕了。怎么？马三立，这马剩三条腿还凑合立着。起来，哎，怎么糟糕？哎，瘸马这是处，你看人家起名字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哦，不是胡来，必须考虑考虑。张王李赵好起名，张王李叫这王德林、刘德林、高德林、李德林、张红斌、王红斌、刘红斌、李红斌、王荣、张荣、刘荣、李荣，这普通名这好叫。张王李赵，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。对，小孩上学了没学名，老师起个名。姓什么呀？姓王，王富贵。哎，你瞎编来个吉祥话，你说这能用啊？王富贵这不挺好吗？哎，姓李叫什么？李长寿，李有才，你这多好。嗯，得分姓什么？姓吴啊，这不能瞎编。是啊，姓吴，吴有德，吴有才，吴长寿，一会儿就完。哎，要不行，得分姓什么，得考虑。还这姓于，姓于得考虑。哦，姓于不能离水。是啊，姓于叫什么？于德海。呵，活了。哎，于德海吗？于德着海，富去吧。于德水也行啊。于镇江、于连泉、于景坡，反正有水。嗯，没水就坏了。姓于叫吗？于进锅，早晚收了。是。为什么商店买卖家的字号竟叫德字的、祥字、福字、成字、顺字？就为顾客叫顺嘴，是啊，你也容易把它记住。哦，哪儿买东西啊？大德行，哪儿祥顺和？你看这仨字儿，哪儿买茶叶？正兴德。哎，你看这字儿啊，你容易记住，叫着它顺嘴。饭馆的字号也这样，为什么它起出来让你爱去呢？爱听呢？和这名哪儿吃？几位？同福楼，同福楼。你说这饭馆当初研究他怎么琢磨的？嗯，这饭馆伺候同福楼吗？你几个吃去吧，同桌吃饭，大地有福，同福楼。哎，哪定座？先得月，节度先登先得月，任何事向你占先。先得月，哪吃啊？登楼，登营楼，步步登高，有盈无亏。嘿，登营楼多好！你看这饭馆的伺候，他起出来，他是迎合客人的心理。你几位好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你到哪儿吃，饭馆等着你伺候起好了，你非去不可。是啊，这几位好喝酒，刚一商量就喝，怎么样？喝点吧，来吧，喝点吧。好喝酒，这顿饭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应当哪儿吃啊？杏花村。杏花村好喝酒，你准得去。嗯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好，太白楼也可以。嗯，太白斗酒诗墨篇，醉草喝蛮书。越喝越高兴，太白楼。哎，这几位不好喝酒，竟好玩古玩玉器，琴棋书画。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？那上哪个饭馆？洞庭春。哦，你看这饭馆伺候，清静优雅，洞庭之春。嗯，这几位好转文，知乎者也语言哉，张口文章，口口好拽。嗯，哪吃？哪个饭馆？鸭子楼，那儿拽去。合适啊，这几位在一块吃饭，谁不请客谁不扰人，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，这算什么饭？这叫吃工作。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便宜房。哦，又便宜又便宜，简简单单，随随便便，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，便宜房。哎，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小食堂。哦，一位一菜一汤够了，小吃一顿，小食堂。哎，请大客摆几十桌，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鸿宾楼。嗯，鸿宾大宴坐几十桌，接亲会友了，哪儿吃啊？哪个饭馆？阅宾楼。嗯，过年请亲友吃饭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宴春楼。哦，艳阳春天。嗯，庆贺春节，宴春楼。嗯，不请客，
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，下馆子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全聚德。哦，全家聚一块儿得着。这商量大伙做买卖，立合同。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聚合成。哦，批合同了，聚合成。打起来了，几位打起来了，了事，见个面吧。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和平。哦，和平餐厅那儿见面。了事，老头生日，老爷子的寿日，这顿饭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万寿厅。啊，小孩满月，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大福林。哦，小孩满月，大福来临。对，搞对象。啊，搞对象。看完电影，俩人吃顿饭。嗯，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汇芳楼。嗯，雅座单间小屋，俩人。啊，对，搞得不错，俩人订婚。订婚了，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同和居。哦，同心合意，永远同居，多好。同和居。嘿，结婚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天和玉。哦，天作之合，一美良缘。好，结婚天和玉。哎，离婚啊，俩人离婚啊，吃完这顿饭散了。哪儿吃？哪个饭馆？饭馆不行了，上哪儿？吃包子。怎么？狗不理。哎。